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唯识三十颂啊。那我们在第271页终于进入了本文啊，也第四讲了哈、啊。前面确实要花一些时间，好、啊、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，然后再来读这个部分啊。所以呢，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示变啊，透过这个意识哈、啊，透过这八识来变化，啊，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什么唯识所变现，世间的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什么唯识所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会有八识的什么三能变啊，八识本身有三个能变，对不对？意熟能变，思量能变，了境能变啊，了境能变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第一句呢，就是好、哦，第一颂呢，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，啊、哦，彼依事所变，此能变为三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四句，啊、哦，四句。那在第270页哈、啊、讲这四句是第一句啊，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上头就把它啊跟科判表去做对照啊，去做对照啊，所以它第一句其实到只能变为三，有没有？那这三就是下面的为什么一熟思量及了别尽事啊，有这三种的什么能变啊，有这三种的能变了、哦、哈。好，那第271页啊，它也一样哈、啊、就是分成事难破执，有没有啊？事难破执就是前面的两句，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，有没有啊？那么因为我们一般啊，尤其这个佛法啊，佛教呢，在印度来讲的话，因为他时常要跟外道辩做辩论哦，啊，所以像中论里头也是啊，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、哦、各种的那种应该说问难呐、啊，啊，因为外道很不服气啊，啊，他们会觉得哎，佛法怎么会这样讲？外道有外道的说法，佛教有佛教的说法吧，哈、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他会释啊，会解释这些执啊，等于是问难。来破，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难？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执着现象嘛，所以要去破除什么执着啊？要去破除执着，啊，所以呢，一般呢会觉得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明明哈、啊、是有我相的、啊，也有山河大地的这个法相啊。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法，如何让我们世啊世间来幸福？因为以唯识来讲的话呢，会觉得所有一切相不过只是唯识所变现出去，是虚妄的。为什么虚妄？因为无常，所以说它虚妄。我们一般会觉得哎，明明有个杯子，会以为它是实有的存在，但是佛法对所谓的实有哈的定义比较怎样，比较严谨。什么叫实有？就是它不会变坏，它不会直变，它永远就是这个样子，才叫做实有。哎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杯子会不会坏啊？会哦，哦，只不过哦，可能现在比较这个耐用，它用的时间比较久，但是有没有期限啊？还是会有期限的，它还是会坏，哦，乃至这些材料是不是本身也会产生直变啊？
啊，之后不能用了啊，或者它真的就分解了之类的了。总说这些是不是都是因缘所成的？之后呢，因缘会离散，离散是自然的。那缘生啊，我们的缘生是有为的造作，缘灭是自然的。所以我们的缘生本身，我们要付诸行动哦，是不是有为的造作啊？但是缘灭很自然的，透过时间是不是就自然会缘灭啊？时间到了，不会大家全部我还是要坐在这里哦，就是不走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自然会怎样？是会缘灭的。所以包括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此。所以以佛法来说，会对所谓的外相啊，这些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妄。尤其从我因为中观系唯识系都讲因缘的时候，更是会去是不是能够体会这些现象都是什么，都是虚妄的。这样理解吗？是因为无常，所以说它虚妄。所以包括人本身啊，我们也说哎，是有我相啊，但是这个我相是不是一直在变化的我相啊，乃至也会消失的我相。哎，所以你说这个人是实有的吗？并不是，因为我们会生老病死，会不会死亡？会死亡的。所以究竟透彻，就说更深入的讲，这个我是无我的。这样理解吗？不是否定我的现象哦，而是在讲这个我相是众缘和合、众缘离散的过程而已。哦，不知道用哪一个我来代表不变的我，有没有个不变的我啊？没有哎，有小时候的我，有中年的我，啊，有老年的我，有死亡的我，是不是都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的我啊？所以我们说，所有一切相皆是虚妄的。哦，那一般外道呢很难接受，会觉得啊，明明有啊，明明有山河大地，有人啊，有这些汽车房子，为什么说没有呢？哦，其实虚妄不表示它没有，只不过它不稳定的存在，它是不稳定的存在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存在，我们就不会执着的那么深，我们的执着都会以为它是固定不变的，所以就一直想要把它保住，就把它 hold 住，让它不要变。哦，啊，其实你说我们自己能主宰吗？也没有办法。如果能主宰，我一定永保青春、美丽、健康啊，对吧？啊，实际上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有为的造作可以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？不相应法了。命根本身是不相应法，不是我想要怎么样，它就能够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个也是没办法的。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在272页，哦，这个也等于是外人哈，就佛教之外叫做外人啊。271页这里也讲哈，他就说，照你们唯识家说，万法唯识，世外无法啊，因为一切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，唯识所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世外是无法，如果没有世的话，就没有这一切。如果我这个世，我没有前六世，我没有六根的话，其实我这些外相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就感觉不到啊。对，死亡以后，这些外相对我来讲是不是没意义啊？它是没有意义的哈，因为没有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世也无从升起啊哈，那也就没有净啊，哎。那但是呢，一般会觉得说，这里也讲说，哎，不是也有佛菩萨啦、声闻啊，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名相啊，对不对？乃至在法上面也会讲到有十二因缘法啦，有十二处，有十八界啦，乃至有这个五蕴呢，有四大啊，哦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好，所以在第272页，哦。那因为有外人的一个责难，所以呢，佛教本身是不是就要回答啊，哦？要等于要去回答，哦，所以他就讲，一般我们都说是无我乃至无法，所以这个无我无法不是这些我啦法全部都消失了，不是哦，这个无啊，
这个无本身所说的啊，是无常的，是性空的啊，它是如幻如化的。所以以波瑞来看待这个世间也是哦，叫做宛然有而毕竟空，有不过只是宛然有，只是一段时间的有，之后它是不是会消失？但是消失不表示就没有了，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原生，4点半以后是不是又圆灭了？明天早上9点又圆生了，是因为约好了，那么就大家约了，哎，就会再圆生，然后又圆灭，圆生圆灭，就这样子3天以后，那下次什么时候圆生，那就要另外看什么因缘了了，所以我们说圆灭后不表示就不会再产生，但是就算再产生的现象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因为又不同的因缘啊。所谓的因缘不可能一模一样哦，所谓因缘都一直不断的在变呢、啊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那么佛法呢，就要怎么讲呢？就是其实这是假说有我法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就像如果波瑞系叫做性空为名系嘛，哦，法性是空的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描述一些哈、哦，去表达一些世间的现象，所以它一样有名相的，它不过只是名相的存在，不是实有东西的存在。我们说有人嘛，但是这个人也不是实有不变的人，它不过是名相的存啊、哦，为了。相互好表达，所以叫做假说了。假说哈、哦，等于施设出来的，啊、哦，施设出来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第273页，这里也所谓的假哈、哦，他说有托假托之意啊，它不是真实不变的，啊、哦，无体随情假，哦，就说它不见得是存在，但是我们会觉得它宛然哈、哦，就说它好像是存在的，哦，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像，就是说，透过名相来说的这个东西的本身不是真实不变的了，哦，它不过只是一种什么，这个啊、哦，随着我们的情哈、哦，因为我们难免情执于什么现象，哦，那透过名相来相互的怎样传达，哦，那由这个是无体、哦，就是说没有实我的实法的字体啊，就说这个我，哦，或者法，何谓法？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我所有啊、哦，所体会到的这个世间的现象叫做法。我们这些是不是都有执着啊？有我执，有什么我所执？我本身是能。那我之外的所有的这一切叫做法，啊，是没有实我没有实法的字体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我也没有不变的我的那个东西了，啊，只不过我们在迷情上觉得好像有一个我，啊，随情觉得是有我的，其实这种是如幻如化的我。而我们因为太爱自己了，就很希望自己是实有不变的我，而实际上那是我们的情执，所以这个叫做无体呢，随情的假说。那有体的话呢，像说一切有部，他在法上去做了很多的分析。说一切有部哈、啊，他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立论的根据是什么呢？他就如同啊，我们常举例说。假设把一尺的东西切一半变半尺，再切一半变四分之一，变八分之一，16分之一，是不是会急速的怎样变小，小到几乎没有？他认为那个是有的，叫做极为。那他这个极为呢，就是他的一个实有自性的根本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说空有之争啊，因为。说一切有部后来发展成唯识系嘛，它是有中的，那个波瑞系是属于空中，哦，以空中波瑞系来讲的话，它是不是否定自性的存在啊？连最小最小最小的基本的点都没有，
因为透过科学的进步，其实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还会发现有更小的，再一段时间是不是还有更小，有没有尽头？没有尽头，就像竖线一样，它没有端点的，它是没有端点的。哦，所以性空来讲的话呢，就在否定那个自性的存在，单一不变实有的主宰的特性的那个东西是不存在。但是说一切有部是怎样，他这一切他都完哈、啊，就说虽然都是假，但是他认为假必依实，要依在实有的自性上。这是说一切有部哈、啊，跟这个空哈、啊，跟性空为明系很大的一个差别。啊，那总说呢，两者其实都同意啊，就说一个是认为是幻有的啊，像中观比较认为这一切如幻如化。那么以唯识系来讲话，他也同意是假有的，啊、哦，也是假有的。虽然他实有自性，但是假必依实，他还是依在实有的自性上面。所以呢，说有我有法，这个不过只是一种假说，啊、哦，是因为他有相，有相的话就有名称嘛，有名相。那这名相来讲的话，是一种什么？一种方便沟通的，哦，方便沟通的一个方式啊，哈、哦。所以271页这里也讲到，这个所谓的哈、哦，我们一直在否定那个自性的存在，这里可以看到有所谓的恒常不变的，哦，独一的，哦，或者有主宰支配一切的那个我，啊、哦，这个部分呢？其实以性空学来讲的话，龙树、啊、是极力的在反对、啊、就说是不没有这样的存在。当然以龙树菩萨当然是根据佛法、啊、佛陀所说，所以他会从阿含经，从阿毗达摩到般若经典、啊、来造中论、啊、那总说其实还是透过真理法则，所以这个法则它是一种在倒数第二行也讲哈，叫做鬼则嘛，鬼生误解认持自性，就是我们知道它的一种游戏规则的话，它就会千变万化，瞬息万变，哦，就像球赛一样嘛。我们知道球赛的游戏规则，我们是不是就看懂两边的输赢啊？哦，甚至自己都可以做裁判啊，裁判是不是都根据游戏规则来做裁判吧？哦，它是自然而然形成，把游戏规则定好了，哎，它那个大原则性是通一切，就像国际赛，不管哪一个国家，篮球比赛规则是不是都一样啊？啊、哦，只不过打的现象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有时候国际赛还会挑起民族感情的，对那个话，那个是播报员，播报员就像什么唯识系，播报员是不是伶牙俐齿，而且很快速的？哦，是要很快速，然后还可以去挑起民族感情的那种对立呢，对抗起来了，把民族情绪都可以，尤其在国际赛上头，因为在向上容易起情执，所以唯识系不好学，或者刚才说哇、哦、好像充满了脑袋，这个就很像看球赛听播报员是不哇、哦、好像很复杂。很复杂啊，其实它的规则是不是都一样啊？球赛规则从来也很少人在提嘛，但是它是不是静静的就存在那里啊？大家全部都根据游戏规则来而已啊，才有这些现象嘛。所以千变万化，瞬息万变是外在的现象，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有游戏规则？人生有人生的游戏规则，如果我们人生游戏规则看啊能够懂的话，人生的现象就很清楚，是不是就容易接受人生啊，乃至改善人生？往往我们就是因为不懂得游戏规则，所以我们就迷惑在人生的现象上，然后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啦，种种种种，然后自己想一套，哦，自己想一套都没用的，呵呵，哦，都不如佛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自己再去，哦，没有一个依循的规则来讲的话，我们也不容易能够怎样透过啊、哦、学佛而真正的成佛呢？
它还是有个规则性了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说，纵然说有我，因为我们还是讲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的，这个我是不是还是一个假说的我而已啊？好，所以比方我们有一次在弥陀寺上课吧，到中午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啊，我饿了，还是讲无我饿了啊？深度来讲是无我的，但是因为是世间的现象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吃饭的是因为我饿了，是在向上，所以就简单假说有我法嘛，有我，这样理解吗？但是要去想到更深的呢，这个我是无我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在理论上，在思想上要去超越，不要被这个我给怎样局限住。哦，那就是要透过无我，而且透过无我，我们说才能够逐渐的向上进步嘛。哦，果位上的进步是透过什么？透过性空啊。但是日常生活不能讲无我啦，不能啊，很难去讲无我怎样，无我怎样，人家觉得你这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哦，大家也不容易明白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它是一种思想上的一个改变，还有呢，就是让我们的那种执着的程度怎样慢慢降低，那执着的程度降低就会随和，是不是就容易随和啊？所以我们说修行好的人他必然是随和的。哦，因为所谓修行好是什么？懂得因缘法，不仅向善还能向上。哦，光是向善还不够哦，光是向上只是向善，只是修世间的福报而已哦，只是修世间的福报，哦，向善修世间福报，但是要向上，要向上的话，就要透过因缘法，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向上，哦，智慧的提升，果位的提升，那是要靠向上的力量。那是要有智慧的哈，好，所以呢，要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个责难，去破什么执着，哦，就是说它不过只是方便善巧说而已，哦，随顺世俗说，哦，就像佛陀他也会讲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但是要讲到甚深的道理，就要去理解无我，但是这个无我有时候就没办法在日常生活里面来用，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内心哈，啊，真的要能够解脱超越，还是要有无我的精神啊，啊，无我的思想来带领啊。好，啊，好，这是事难破执之后标中归事啊，也就是说比依事所变有没有？啊，事变，好，啊，在第275页。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呢都是依着事而怎样变现出来的了，如果没有事就没有这些相，哦，所以这里说事变是唯识中，哦，独特的理论，它意味着宇宙万法皆是，哦，都是唯识所变现，叫做什么事变，哦，那它到底怎么样子的事变呢？就会有所谓的见分跟什么相分，啊，先来看所谓的见分跟相分啊。见分以见跟相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。见分是能，所变现出来的相分。哦，比方说。眼识本身是见分，他就会去看到有什么色相，耳识是不是就听闻到什么声相，这个叫相分，眼耳鼻他就会有香相，这是见分哦，这个叫做相分，
见分相分，见分相分，见分舌，它会有什么味相，这都属于相分哈。身呢会有什么触相，那第六意识有什么相，法相，它的相分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哦。我们的第六意识类似我们的脑袋了，所思考的。我们的脑袋里头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影像啊？啊，会有影像。好，那第七意识啊，第六意识的相分在这里，在里面哦，叫做法相。第七意识它也有见分，它本身叫做它本身就见分。第七意识的相分是第八意识，因为第七意识的世界就是第八意识，所以第七意识又叫做我爱啊，会直藏着第八。第七意识本身就叫做见分，它的相分在第八意识。第八意识的相分在哪里？因为它第八意识是种子，它的相分就是所有的果报体，就是它的相分。它本身也是本身叫做心王嘛，它是不是也有心锁啊？的这个心锁是情绪作用，是心王的情绪作用。而我们现在讲的相分是在色法上面的，啊，色法上面的那个现象，那么有色声香味触法，啊，那第七意识的相分，它的世界就是第八意识，所以七八从来没分离过。六七之间会分离，早上我们就讲说第六，因为我们每天张开眼睛是不是就看就开始滑手机，对不对？看所有一切是不是都往外奔放啊？哇，现在一离开手机就非常焦躁不安哈，哦，会觉得没有安全感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哦，因为我们一直都向外嘛。那这里呢，因为他的世界就是他，所以他这里从来没分离过，所以他本身是见分，他的相分是第八，第八本身是见分，他的相分就是正报依报，也就是根生气界。第八的相分，他的世界了，眼识的世界就是色境，耳识的世界就是什么身境，他只管身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第六意识他所管的就是脑海里头呈现出来的法。第七意识见分本身的相分就是第八，第八的相分就是上面的，因为它都是种子所变现出去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就说，这个所有的外相，其实这个是属于外相哦，是不是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？都是识所变现，唯识所变现。好，那所变现出去的，因为是相，这个相是原生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也会缘灭？也因为原生缘灭，所以我们说它无常，因为无常，所以说它虚妄。所以唯识系又叫做虚妄唯识系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讲外相是虚妄的，是由识所变现出虚妄的外相，叫做虚妄唯识系。只不过假说有我法啊，那所以呢，透过啊比依识所变呢，啊，所有一切外相都是依着识所变现出去的相。
的这个像啊，这个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头的，这个是在外头的所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触的像，它是虚妄的。当然这个还是虚妄的了，所有一切的像都是虚妄的。哦，那我们说第七意识看到第八是不是还是虚妄？它还是虚妄。为什么是虚妄？因为它无常，它还是无常哦。虽然它变现出去，不表示它就真实不变了。它是不是一切都是相的话，本身就虚妄？所以这个叫做彼依事所变了。在这个彼，是在讲佛法所说的哦。为什么说无我无法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要放下我执跟法执啊？我空法空嘛，啊、哦，那其实也就是说，它是唯识系，它就是说，所有一切现象都依着什么事所变现出来，它是所主要的，是不是都是事啊？事本身是能，相是所，相是所，它是所变现出来的，啊、哦，归结到这里。然后此能变为三，有没有？哦，张能变的体，哦，要表彰如何的变呢？那就会有三种变嘛，一个什么意熟能变，这个叫思量能变，这是不是就叫了尽能变，或者了别尽事之类的？啊，这里有点差异性了啊。刚才有居士就不用太在意那个名称了啊。总说这就是了别的意思，了尽能变，有没有？啊，这里是了尽能变，意熟思量到了别，了尽能变，有三能变，也可以讲二能变是什么变？因能变，果能变，啊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嗯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先略标，先讲一个。大略的之后再来详细的说，哦，所以一个略标之后是不是就广释啊？哦，然后先明什么能变，哦，明能变啊，好，哦，所以呢，第275页哈，会有。见分跟什么相分，见分跟相分有三能变，在倒数第二行，对不对？也有二能变，叫因能变果能变，哦，因能变果能变，哦，那果能变，哦，在第277页哈，如果因为以唯识来讲的话，还有更细的。唯识就是很厉害，比方光讲一个根，就讲根，还有净色根、浮尘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能变本身呢？我们刚才讲的是二分，一个叫做见分跟相分，啊，见分跟相分比较简单，但是也有四分的说法，啊，在第277页有没有？倒数第四行说安南成户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玄奘大师采用的是什么护法？他四分，他如果采用南陀的话就二分法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偏偏因为我们哦，因为我们从早上讲的是不是玄奘大师都是依据护法有四分哦，有四分哦，所以这四分呢，在我们的第五页啊，这个哦，这个就复杂了。这个表呵呵四分，刚才我们其实是二分呢，二分比较简单，一个见一个什么相，对不对？一个见一个相，一个见一个相，啊，见相见相，见相都在第六。见相，对不对？见相，第八，好，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个。如果四分是怎么回事呢？哈，我们把其中一个
这个叫做相分，把这个见分变三分，见分在最上面，然后这个叫自证分，这个叫正自证分，它四分了，所以它一样是见分跟什么相分，只不过这个我们刚才是整个叫见分哦，我们刚才是不是整个叫见分啊，整个叫见分相分，见分相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切成三个部分，最上面也叫做见分相分，哦，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内心的世界，这个都是属于什么内心的了，都是事所变现嘛，这个是属于什么外境。那他为什么会这么麻烦呢哈，是因为他这里说他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去量度对方的，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什么所量，能量所量，哦，这是能量所量，然后再从这里是能量，好，哦，能量所量啊，好，哦，能量所量，哦，应该怎么讲？这个也可以是能量所量，然后能量所量，对，一个是所缘了哈，从一个能源开始，它这个本身是能源，嗯，有能源就会有什么所缘，哎，那这个是能源的话呢，它就有它的所缘，这个是能源的时候呢，也有它的所缘，总说都是由后面来量前面的，后面的量前面，那还要不要再继续呢？他说不用，因为这个可以去量它，它可以去量它了，所以就到这里为止了，哦，总说呢由这个来量它，由这个来量它，由这个来量它，之后再互相量啊，互量，互量哈。那意思也就是，所以这个都是唯识系的一个非常细腻的部分了哈。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只要一个二分，就是这个整个叫见分，这个叫做什么相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变成三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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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它一样有相分，所以总共是四分。这里来说的话呢，它也是它这里变成四分了，因为它的相分在这里，它的相分在这里，这个是见分。这是自证分，这是正自证分，哦，好，啊，有趣的是这个地方哈，第七意识，
的见分在这里，倒过来，他的相分在这里。哎，这个也是自证分，也是正自证分。啊，见分看到的相分是第八。啊，好，那第八呢？这里是他的见分，他的相分在这里，他的相分在上面，他的相分跑到那里哦。这里太多横线都搞不清了哈，对不对？他的相分是这里，所以有一句话就讲，第七意识的啊，第七意识把第八意识的见分当作他的相分，有没有这个说？以前我实在不懂他这在讲什么。他其实本来是把这整个当作他的相分，但是分析的时候呢，就会变成他看到的是这个。他把第七意识把第八意识的见分当作他的相分。嗯，所以我们这里就讲了哈，第七意识有没有的相分？以为是第八世的什么见分，哎，不错哦。好，好，那第八世的相分是什么呢？有没有？第八世的相分是上面的这个哦，叫做根生气界正报跟依报。所以在八世规矩颂里面，八世第八世哈就讲。受熏持种根生气，受熏，他受到他的熏习哦，因为第八意识是我爱执藏着他，第八意识一直，好，第八识呢，他在这个范围里头，因为上面他一定顶着第七意识，我说很像古时候的那个神威啊，里面有饭哦，这有个木头盖子，盖子给他砍了，那个盖子的下面脏脏的，是不是影响他里面煮的饭啊？啊，啊也因为影响了煮的饭，所以也影响了下面，所以这个叫做执藏，也就是我爱执藏，有没有？这里面叫做能藏，下面就叫做所藏。好，待会儿会讲。以第八世来讲的话，它三藏叫做浩浩三藏不可穷，渊深七浪尽为风啊。这个地方，它也变成所谓的三藏。所以你看，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从来没有分离过，它不会分离，它会消失。第七会消失哦，它不没有分离哦。什么时候消失啊？七地菩萨圆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消失，这个时候消失了。哦，成佛，我们的第七意识一直到这里就完毕了。第七意识只有到这里啊，之后就没有第七意识了，所以他的我爱执藏到这边就没了，就没有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还有一个表，就是这个表啊。但是因为我用深浅来画，结果浅的那个影印不出来，这里就空掉了。第六页啊，浩浩三藏不可穷。好，这个待会儿讲了哈，因为先有一个概念哈，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，这些相都是事所变现出来的，这样有没有点概念？为事所变现啊，有二分的变现，也可以有三分的变现，也可以有四分的变现。
而我们偏偏因为玄奘大师是根据护法，护法说四分，我们就要学四分。唯识为什么这么复杂？所以你看，光是一家就已经很复杂，十家不得了。所以慧济大师就说：“哦，不要十家全部放下，就以什么以护法的为主，就已经很复杂了。”《成唯识论》这要读起来好几部，好几本哈，哎，很长的，嗯。但是其实也就是在解释这个《唯识三十颂》嘛，《唯识三十》哦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，哦，所以在第277页有没有？哦，其实它是用四分，哦，278页有没有？它是内事所变现出来，所以见分本身它是主观的，哦，主观的一种认识作用，它所认识的境界的那个境呢，就是。心事所变现出来的相分，有没有？能见分是能哦，相分是所哦。但是因为它分了四分，所以它在深的，在更深的里面有自证分哦，也就是对主观的认识作用再加以证知了，再去验证那个见分。自证分是去验证见分的，那证自证分呢，又去验证自证分。哦，然后再相互验证，嗯，再去相互验证了，啊。总说就是去相互验证，叫做证自证分了，啊。所以它是四分，我们用的是四分了，啊，哈，我们用的是四分，因为根据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根据什么护法，哦，护法，好。那，接下来我看我们就是从思量一熟能变好了，一熟能变哈，一熟能变，就讲到有三相门，哦，好，那这三相门，也就是初，啊，哦，因为前面是一个略标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讲一熟能变，一熟能变是不是就是第八识啊？第八识哈，首先会有初阿赖耶识一熟一切种，有没有？那这个表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P6 的第六页的这个表，第六页的表，第六页的表哈。第六页的表呢，其实在讲三藏啊，浩浩三藏不可穷。哦，这个大的是这边的放大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放大。所以第七意识它本身是不是就有我爱执藏？哦，然后有能藏跟什么所藏？哦，那。这个直长最短，在三大欧僧祇劫里面，它只有二大就没了，转世成，啊，转染成净了了，啊，它的关键是在第六意识要先转迷起悟，它是不是就有能力去转染成净？所以第二大欧僧祇劫满，它就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所谓的阿赖耶的。这个名相的定义叫做我爱执常，所以它属于自相，它属于自相哦，它有执常的特质，它属于我爱执常位，它可以称为叫做阿赖耶识。我们讲第八意识哦，第八识反而比较宽阔一点。因为第八意识它有很多的名相，如果称阿赖耶，其实只能称到二大欧僧祇劫满，再上去就不叫阿赖耶了，因为它已经没有我爱之常。再下去是什么？就是果相，意熟识就是下面的所藏，好，那个锅底的那个所藏啊，
哦，所以他那个叫做果相，叫做什么所藏，他所记录的就是善恶业果位，他属于易熟识，易熟识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果是不是都在下头啊？所藏的这个果在下面，那中间的就是种子，种子啊，种子叫因相，它本身是不是能藏？啊，叫做能藏的，它会相续支持，不止到成佛，成佛以后它是还是相续支持。成佛以前它还有杂染的成分，到成佛以后它所持的就是一切种事的清净果，又叫做阿陀那识，一切种啊，一切种啊，所以这里的三相门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自相啊，其实我在这个表上一个是竖起来画，一个是在这里面画，有没有大家能不能去做一点对照啊？那因为这个浅色已经印不出来了，但是可以看到有自相，有没有？哦，自相呢，就是在讲我爱直肠的那个直肠，直肠位，它是阿赖耶，它叫做阿赖耶识，称阿赖耶识只能称到什么？二道二生期间满，称易熟识可以称到成佛之前。成佛的当下没有易熟识了，因为没有生死了，他完毕了，但是他还有阿陀那识，一切种识他还有，只不过刚开始有杂染到完全的清净啊，到完全的清净啊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哈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念佛法会，恭请慧探和尚主法，日期2月12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比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-633-1565。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大家好，我是詹佩君。大部分的 COVID-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，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，可获得更好的休息，有助恢复健康。居家照护中的儿童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，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，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。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，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。活动力不佳、嗜睡，请联系119，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。特别提醒，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。疫情非常时期，持续落实防疫，守护彼此健康。2023年2月6日清晨5时，天未破晓之际，佛光山总本山千名三信二众常跪于大雄宝殿内，
聆听宗长新宝和尚沉痛宣布，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化世圆满，于二月五日下午五时，于庄严念佛声中，圆寂于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，享其寿97岁。面对如此佛教一代大师，人天湮灭，般若周成，大众痛失医护，同生祈愿大师能成愿再来。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，建设佛光净土，开山56年来，于全球创建300余所寺院，台美澳非等地创办5所大学，佛光会员数百万人，利益无数人。他一生写照，诚如他自传之诗记，心怀度众慈悲愿，身似法海不系舟，问我一生何所求，平安幸福照五洲。星云大师1927年出生于江苏江都，幼年家贫，12岁陪同母亲赴南京寻父未果，途中遇南京栖霞三世智开上人，立智开上人为师，披地出家。15岁于南京栖霞三世以若逊老和尚求授具足戒，祖庭为江苏宜兴大觉寺，法名悟彻，号金觉，为临济正宗第48世，佛光塔上第1世开山祖师。大师弘法80余年，以地球人自居，教化弘广，全世界跟随出家之弟子逾2000人，全球信众达数百万，传法法子100余人。1967年，大师在高雄大树乡麻竹园开创佛光山，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，以教育培养人才，以慈善福利社会，以共修净化人心4大宗旨，致力推动人间佛教，至今已实现佛光普照3000界，法水长流5大洲的宏愿。星云大师于全球创建300余所寺院，如美国西来寺、澳洲南天寺、非洲南华寺、巴西如来寺等，皆为当地第一大寺，更于台美澳非创办5所大学。1970年起，积极推动成立慈善福利等单位，在文化弘法方面，指导兼修佛光大藏经、佛光大辞典。1978年成立佛光出版社，1988年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，1997年创办香海文化，同年设立佛光卫星电视台，后更名为人间卫视。2000年《人间福报》创刊，成为第一份由佛教界发行的日报，是一生著作等身，集成星云大师全集395册出版发行，逾4000万字。纵观星云大师一生，秉持佛陀教法，度众无数，为教界树立典范，为世间带来光明。如今功德圆满，祈首恭请大师早日成愿再来，继续弘扬人间佛教，普度有情。即日起，佛光山除了暂停对外任何活动之外，仅于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开放吊唁，请有缘者至佛光山云居楼追思缅怀。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。南无现种种宝华威德言，狮子吼幻化威德相如来。南无现种种宝华威德言，狮子吼幻化威德相如来。南无现种种宝华威德言，狮子吼幻化威德相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无量无数大劫
种种罪障。